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我觉得就是好玩。这个游戏画面精美，玩法魔性，一边洗脑，剧情鬼畜，而且没有信号也能玩。它是现在爆款的爆红手游，你不信，玩一下你就知道呗。快去下载，听我的。JoyPad 分享精品，传递快乐。